今天要讲的乡野怪谈故事发生在北部某处事故游览车停放中心，此处也是电视节目以及各大探险者都到访过的地点。据说停放这边的车都是经历过严重事故，甚至是有乘客因为事故而往生于车上的。今晚我们来到此处后，发现这边废弃后竟然特别建了小将军庙镇压。而当我们更深入探索时，一幕幕惊悚画面浮现眼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利恩，我是果果。Okay. 好，今天我们边走边讲，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环境哦，都是树丛。那我们走进来的这个算是一个小，算山路吧。它旁边这边就是全部都是树丛。那今天要来的这个地方，当时电视节目他们也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拍摄过。它算是一个游览车，它的一个放置的地方，但是跟我们想象中完全是不一样的。通常一般游览车他们放的地方是可能要清洗车子，那等待接下一个案件，那去载一些观光客。但是这一个地方所停放的车子却是全部都是发生过事故的车，然后才停放在这里。那根据电视节目他们来这个地方拍摄的时候，他们撞见了一个很诡异的状况，是他们上去到游览车上面去做感应，结果车身里面的椅子竟然开始晃动。那命理老师他们有说，就是这些曾经搭过这一辆事故车的，或者是搭过这边事故车的人，不幸往生的人，那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往生了，所以他们的记忆点、时空点就停留在他们当时可能还坐在这一辆车上面，起来在走动，或者是在椅子上面走动的那个情形。那今天我们也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们远征来到北部，那特别带大家来看这一个恐怖的地点，尤其是在这样子冬天。这边有一个好像有供奉神明吗？好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哦。我把这夜视关掉。哦，我们一来到这里之后，看到它上面这里有一个叫南瀛将军，保安宫啊。那在树丛这边，它有挂了一个令旗，往这个小庙看进去，总共有五位的这个神尊的这种小神像，一只一只的在上面。它有写镇守的，它算是兵马，然后在镇守这个地方。我在想，可能跟当时这一个游览车这一个位置这边有一些关系啊。不过蛮特别的是，它这个小庙刚好是在这一个竹林的下方这边哦，那就镇守在这个位置，可能这个地理风水位置有挑选过，因为其实这边看进去也不知道是通往哪里，感觉后面那边应该也算是山区。对，我先点个香，来，我先点个香。他这个应该是那种兵马令旗，然后在这边可能镇压这个地方的，因为我看到他写镇守。因为我看是有五个算是那种神尊头像的，对，所以应该是那个摩雅神囧五营的那种，对，只是他上面是写南瀛将军啊，但是我看有五位，对。地主今日来到南瀛将军这个镇守的所在，遮阿要来翕影片，啊，甲请南瀛将军来当予阮今日翕影片的这个过程，拢会当顺利。
它那个有锁一个门锁，所以说箱没有办法插进去，然后就插在外面。好，那我们紧接着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个游览事故的这个现场。我们现在往旁边走过来啊，找到了一个算是破口的地方。测轨机有拿出来啊，在你那边。哦，这里。先打开啊。OK， 目前是还没有反应。对。那果果状况 OK 啊？好，那我一样走后面。这边有一点小高度，小心一点。来，小心。好，我看。来，来，我们先往前先跳放一下。哦。有一只鞋子在这里。小心哦。测轨器目前有反应吗？没有。好。来，哦，这边就一辆事故车停在这里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你看，玻璃都裂掉了。看一下，这个感觉很毛。好，什么意思啊？那边的我弄得最严重了。对啊，你去看一台吗？这要先看吧。这台能进去吗？比较欢迎，比较欢迎。看看它对不？这台。看看我到底有没有。哇，它那个玻璃都裂掉了呢。去你旁边一点，我拍。因为这一个门它没有打开，这玻璃都裂掉了。过你现在还好吗？就在打冷战。加卡注意哦。嗯，反正很剧烈。可是那边缝隙太小了。我看一下这一辆旁边这个玻璃怎么都已经破掉了。这个是驾驶，然后跟副驾，通常旁边都是坐那个导游啊。那边有声音了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在这一辆车前面哦，它这一辆也是事故车，然后刚才有看到它那个驾驶坐旁边，它的那个玻璃是有破碎掉的。那因为它旁边这边非常的狭窄，所以我待会可能会把包包先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人从这个旁边这样子钻过去，上去车上看一下。那因为你们两个都没有带包包，所以比较好，所以我的话会比较麻烦。Ken， 你先帮我拿着一下好了。没有，你帮我拿摄影机就可以了。谢
先把包包放在这边。有要留一个人在这边顾吗？不用，我们都上去。那个果果你先走，因为你比较小一点，比较好过，小心哦。侧着过。啊，我先过去。嗯。你再传给我摄影机。嗯。味道有点重哦。我先走上去，你才有办法进来。来，果果，你先走上去。这里。你看。你先往楼梯走上去。这间整个味道超不舒服的。哪边？我等一下过去看一下，我看不到哎。它里面这边都发霉的一个那种臭味。来，上来。这个都软掉了，小心。这是软掉的，小心。它地板都软掉了。来，不过你先站楼梯这里好了。你在这里好了。对，我看你好像会担心。好，你站这边。好。我转过来一下，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这边很像是那种幽灵游览车啊？确实，从我们一上来到上面之后，就感觉到这车上它整个是密闭的，可是就从最后面那边一直飘一个那种冷空气过来的感觉。那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上面是。哪一个座位有发生这个往生的事情哦？等一下，我踩到这边有那个支撑板，你走这一条支线，你用脚去感受它的支撑板。好。什么东西啊？那我踢到什么？你们晃晃一下，整个地板的那个支撑有点不稳，玻璃砰一声的，拍谁哦？这玻璃整个是千疮百孔。当时这一台应该发生很大的事故，旁边的玻璃好像有敲破，用来逃生。